起走过比生活更长的路，从离开襁褓到回家的路，我见过时间开的花铺满这条路，只等一个方向迈出下一步。我将它上和过去相反的路，和过去一样是一条出发的路。我知道未来有变化曲折的弧度，以为的旅途其实人在归途。就让风吹动我去，用力拥抱你，贴近你，想二十年着你说。就让梦唤醒我去，试着寻找你，找自己，喂，阿姨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不回我微信呀？我孙子怎么样了？我跟你说啊，要是我孙子再有什么事儿，我跟你没完的。啊，很好，孩子都很好，很健康。丹丹呀，我听说你跟我们公司已经签约了。其实呀，这个公司以后不还是阿里的孩子的吗？只要你同意把……阿姨，您放心吧，孩子我会好好生下来的，但他只能留在我的身边，我是不会拿他做交易的。你怎么这么固执？拜拜。哎，同志们，同志们，主任，哎，哎，里边的，来听一听，听一听啊，给大家宣布一个事儿啊，今天，在上一期，一二三四五热线评价活动当中，我们科室的满意度是100%，好，鼓鼓掌，给自己庆祝一下啊。还有啊，小吴，哎。哎，上一次你跟明天一起搞的那个动物舞会，群众反应非常好。今天上午还有人打电话来问下一次什么时候再举办这样的活动，提前通知他们，他们都想参与。像这样有意义的活动一定要继续搞下去，要再接再厉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小吴啊，就是没想到，本来以为你在成都人生地不熟，结果没想到哦，搞来那么大一群人来做你的氛围组啊！哎呀，没有没有，要不是你拍照宣传的好，也没有那么多娘娘来。哎呀，就是就是，我们是一个战斗集体，要有困难，咱们一定齐心协力，共同克服。雄起，雄起！啊，哎，坐坐坐坐坐坐啊！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，就是刚才有电话反映，幸福西里小区有很多动物排泄物没人清理，非常严重地影响了小区的环境，所以大家要立刻行动起来，为人民服务的脚步不能停下来。雄起，雄起，雄起。哎，欧阳，那咱俩下午过去看看。行啊，嗯，吃完午饭再去吧。啊，行。小刘，过来呀。哎，好嘞。朱总，进来了。不是这个星期你们是怎么分的啊？没有，朱总，这个文案不是我做的。不是你做的，是不是你负责啊？出去改去。哦、oh. ，
进来。周总，这是你写的？嗯。来公司多久了？一个多月。一个多月还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啊？啊？首先，这个模板，这是我从业以来见过最最最最丑的。看看这个折行啊，错别字、贴图，我想找那么一点点好的地方，我都无从下手啊。虽然说你是一个文案，但是你简历上是不是清清楚楚写着精通各类办公软件？这怎么就这么精通呢？啊，董佳琪啊，你要没有审美呢，咱就换一个行业，咱就别做广告了，好不好？啊。对不起啊，周总，那您看除了排版格式方面内容的话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就一起改了。你还真有脸问我这内容啊？你自己看看通吗？这动过脑子吗？这写出来的东西啊。周总，您要不再仔细看一下，我觉得这款产品它的产地特别有独特性，所以我就结合了一下他乡人的语境，然后贴合了现代都市女性的一些场景的相关联，就能让大家想到故乡。不是，失恋了喝一杯他就回到故乡了，这怎么高兴他就不能想家了啊？这写的什么玩意儿？你自己会不会点进去？你觉得通吗？啊？那。是我狭隘了，那我再改改，我再想想。嗯，我现在去改。不用改了，我不用了啊。不是周总，我真的我很快，特别快，我今天肯定就能改完了。那就快去呀，还站在这干嘛呀？动动脑子吧。别改了，没写过的。没事儿，能改。不比稿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不用我送你啊。不用啊，打车走就行。我这会儿也没事儿，而且我听说你要去的那个地方菜单还挺有特色的，要不我顺道给你去转转。那行，一起走呗。行。我是没有狗屎。哎呀妈，这是两坨。两坨，你来那个吧。啊，行。哎呀，这狗屎狗屎，我现在眼里只有狗屎。哎。愚公铲屎，子子孙孙无穷尽也。啥时候是个头啊？你说这，姐，你说咱们这么轻有用吗？人家不还拉了吗？不知道啊。来，宝贝儿，先干吧。哎，还这么大阵仗，找啥呢？找狗屎啊！哎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哎，不是，姐，误会了，我们在这清理小区的狗屎呢。嗨，那你们稍等一下，一会儿妞妞拉完了就给你。这。哎，你还得自己清，你看这不说来就来了吗？哎，你别盯着人家女孩子拉臭臭啊，我们妞妞害羞。妞妞，加油啊！哎，使劲儿，真棒！哎，你看这不就来了吗？没有两个姐姐白等。来，拿去吧，还热乎呢。来，您谢谢啊。行，那搁袋里吧。哎，咱们这清洁队每天几点来呀？我下回遛狗的时候看点时间。我先生，咖啡。谢谢啊。我们可以先试运营一个月，专门做你的孕期生活。我觉得你啊，特别适合打造成那种女人梦寐以求的孕妈状态。我们公司最火的母婴品类是什么？高端贵妇。你可以打卡月子中心。比如出一些什么，谢谢。100万，在成都。你们这钢琴可以弹吗？可以，请。月薪100万的孕妇都买什么？打卡最贵的母婴店需要花多少钱？这种视频，有人看吗？会有人信吗？用户的心理就是猎奇嘛，
你有个噱头，那就有人看，你就尽可能的展现孕期生活特别完美那一面，让用户觉得怀孕了跟你一样，特别幸福，特别轻松。我们要打造的人设就是高端、大气，要让大家看见你。怀了孕就跟少女一样，每天漂漂亮亮。您是不是觉得我状态特别好？对呀、啊，我觉得除了肚子，跟平时没什么两样。那是因为我是专业的，我化过妆了。怀孕是什么？我跟您说，我前四个月吃什么吐什么，我就靠泡豇豆炒饭续命。两个月吃同一道菜是什么感觉？您知道吗？孩子越长越大，反应也越来越大，心跳不稳定，情绪不稳定，腰痛、腹泻、喘不上来气儿、妊娠纹等等等等。普通人难受可以找医生开药，孕妇难受找医生都开不到药，怕影响胎儿。孕育生命是件神圣的事儿，但绝不是一件完美的事儿。少女是一个美好的词，但女人不是一直都要活得像个少女。谢谢您了。释放魅力呢？走吗？谈完了，走。公众号的文章我写完了，除了眼疾人群，我还写了一些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良好的人该怎么买保险，以及尽早投保的理念。行，可以，你现在都会举一反三了。张佩，张佩，什么？我觉得咱俩真是绝配。双鸭呢？你在这儿？不是。你不觉得咱俩就是方毅的包拯跟展昭吗？你在这内涵谁黑呢？这跟黑有什么关系？包拯、展昭，这是个组合，这是一个。你是展昭呗？啊，肯定的。关键你现在有点像展腾了，你现在。我怎么又展腾了我？我跟你说，每个人适合的保险都是不一样的，健康是其中一部分，但也不是全部，明白吗？除了健康，还有别的东西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总体做的不错，真心话啊，做的不错。可以，考上吧，道理还可以。多少给点鼓励是吧？鼓励鼓励，干的不错。鲶鱼锅最近板的好凶啊！哎呦，打内纵管越来越反常喽。记得我是不是？哎，你说你这人，你的工位不是在那儿吗？你老跟着尾。那你这不歇一会儿？没生气吧？为什么生气啊？这都这么耍你？耍我了吗？那不是嫉妒我吗？没有嫉妒你。不是，咱再说了，大内总管怎么了？魏忠贤跟明启宗谁厉害？魏忠贤。这是。哎呀，魏忠贤别着急啊，就你这个劲头，你干得这么好，拥有一间这样的办公室指日可待。我努力干活不是为了有办公室。哎，那为什么？我为了让你早点回北京。不是你老要让我，你老帮我回北京干嘛？不是我得跟你一块去北京啊！你想去你就去，你管我干嘛？不，咱俩不刚说完了吗？你是包拯，我是展昭，咱俩这得捆绑一起，手挽手、肩并肩一起去北京啊！主要跟你一块工作有意思。哎，给你买了个礼物，一会儿别忘拆啊！你还真搞奸臣这一套啊你！那怎么了？不是你还在这干嘛？赶紧回你自己味儿。歇会儿，歇会儿。赶紧去，赶紧去，赶紧去！快点，快点，别让我踢你，快点。怎么还粘人呢？还都拿走，都拿走，把门给我带上，把门给我开着。哎
子啊？喂，佩佩，你在咋子？我在公司呢，怎么了？钱那儿挣得晚哦，出来耍，开了一家新夜店 Monster， 帅哥巨多，搞快来。喂。喂。走嘛走嘛，我带你去。你没事，木子啊。什么鬼？还有几桌？差不多十桌。太久了吧？哎，咱们要不要叫佩姐一起啊？不要不要不要。哎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走啊。拜拜姐。那好，你们辛苦啊，辛苦辛苦。真的好吗？啊，一会儿公众号会发一篇文章，欢迎大家转发一下啊。嗯，纯转发呀？不强求。哦。是吧？下来下来下去。啊，行行，我一会儿把他送回去就行了啊。啊，哎呀，好嘞好嘞，哎好，拜拜。你真的是没活了没活了。走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桌子上的酒不喝完，不是不得走嘞耶。我喝，你看我啊，你看我啊，我全部都喝完啊。哇，耶，你太帅了，爱死。我真的是，真的是，真的是。好，为啥子我干啥子你都要管我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呦，佩佩，我跟你说。慢点。哎，这怎么哪儿都有你呢？不是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这儿。他给我打的电话，我听他喝多了，我怕是发生事情了。哎呀，贾浩哲。哎，孩子呢？你说有个男朋友给他拿走了，给孩子。哎呀，你咋猜的呀？我们都喝完了。啊，我错了。我不会这样，我跟我们老二造谣去。我下班喊你喝酒，你还是要来哦。我来。你不来哪个班？不来，我是狗，现在回家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哎，去，继续喝嘛。你莫睡着，你莫要睡。哎，真的是。哦，你家在哪点儿嘞？我家在。你现在住的？海南噻。成都的家，成都的家。成都的家。三亚。啊，三。我给他那个男朋友打个电话，啊，真的是。我先起一会儿，哎，起一会儿。嗯，你不要弄我。啊，不弄。啥子？来，照一下去，来。哎，等一下。原相机。嗯。啊，要得。要有美颜。哎呀，美颜。哎呀，3、2、1。喂。哎。他喝多了，你知道他家现在住哪儿吗？啊，好，哎，好嘞，你去干。啊，走。哎，我真的说话了，我真的想打死你。
哎，你这……哎呦，真是！哎呦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叔叔，什么情况这是？没事，喝多，怎么喝成这样啊？那小薇，赶快把他扶上去。你快站好了呀！你就喝吧你。喝嘛！你慢点。不好意思，不用，我们不坐了，我们回去了。怎么行呢？大晚上的，送过来，坐。先喝口茶。叔叔最近挺好的吧？挺好的。哎，好好，谢谢。来，我自己来。谢谢叔叔。这小伙子上一次的时候我们没说上话，看着挺眼熟的。那是叔叔。小的时候我们不是经常去那个少年宫看演出吗？我是负责给他们俩排队买票的那个。哦，有印象，有印象。你看，你们小时候的朋友，经过这么多年还能玩到一块儿，真好。还行，嗯。那个小佩啊，嗯，刚刚回来，工作还习惯吧？还行，就是这个成都的商业环境跟北京还挺不一样的，以后还得多跟您学习学习。千万别客气。叔叔，您生意怎么样？还好，但是说实话，现在棉纺业啊不太好干。嗯，哎呦，现在大环境这样，您这工厂能正常运转已经非常好了。我听说这欧洲对咱们中国的棉纺织业的需求量挺大的呀。哎，你这个知识面儿还挺广的。哎呦，不是，我就是接触什么样的人都得接触，就是知道点皮毛。你看啊，我跟他，我们这一聊就聊到了工作，我聊到了国内国外，跟我那个闺女啊，永远聊不到这儿来。她每天就是喝酒打麻将，喝酒打麻将。她以为啊，她老爸这个钱是大风刮来的。那这生活的好还不好？我还不想这样。对，那个李总。木子跟孩子都已经睡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谢谢你们送他回来啊。没事，别客气。行，你们聊。行，你慢走啊，慢走。哎，叔叔，要不然我们……对，我们也不打扰了。别，你们看，我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有意思吗？你们来了，陪我喝两杯。小薇，拿两个酒杯。不是，他开车了，你就别喝了，我喝，我陪您喝点。太好了。好。来，你呢？来，你慢点啊。嗯。行。我老李呀，奋斗了大半辈子，嗯，创下这么大的家业，嗯，后继无人了。哎呀，我想想我就难受。难受，这确实该难受，我都难受。但是你别灰心，我看你这体格子挺好，你再干个十年二十年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你就找一个职业经理人，哎，把你厂子给你一打理，你想干嘛干嘛，想天伦之乐，真那样就好了。能？怎么不能？像我们这么大岁数，这真的说不准。上个礼拜，我一个同学就比我大两岁，就这么走了。哎呀，经理人哪儿那么好找？不好找。哎，嗯，小佩，你来当我的经理人怎么样？什么东西？什么？你当我的经理人，来活儿了。知根知底儿，你人品好，我信得过。叔叔，你这活儿吧，我干不了。干这个大买卖的人啊，他都得勇攀高峰，还得具备这个气质。我这个人呢，老是想在半山腰待着，肯定是不行。我到时候给你把厂子弄没了，你全给你弄没，几天就弄没。太谦虚了，真的。这么说，我宁可让你弄没了，我也不愿意把我的家产交给这俩。谁呀？那小子，你不看见了吗？整天就这个蹦出来的小子，不知道从哪儿出来的，这个就会做饭、吃喝、玩乐，哪儿都有他，赶都赶不走。哎，这个是怎么有点熟呢？啊，来吃点。嗯，什么啊？花生，这小子整天游手好闲。嗯，你说咱们都是男人啊，对，有自个儿心仪的女人。嗯，作为男人，一定要打拼事业。没错，多挣钱，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满意。对，你说你每天围着她转，那就是个废物。哎，你这么说是不对，你这个思想太老旧，我必须得训训你。你坐好，对，你坐好，李明真，你把手背后，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当成一个事业，怎么就不行？对不对？对，我也听您说那么多了，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人好像还可以，挺好的。什么可以啊？这个人长得毛茸茸的，挺可爱，像个小熊似的，也对木子我看着也挺上心。什么呀？我看挺好。我告诉你。一辈子都看不上你，人用你看上啊？是你跟他过吗？是人木子跟他过是吧？你还自己觉得在这儿还好像说了算，这不行那不行的。
那个小平，有件事情我真的求你帮忙。你说，咱哥俩今天呀、啊，哎呦，我今天跟你喝酒，我跟你说，我喝的挺高兴。我觉得咱们很坦诚，对不对？你既然有事说，我能帮上忙，我肯定义不容辞。这个事儿，我肯定是义不容辞的，我会去劝他。我一定会好好的跟他说，但是我得跟你说，你必须得理解木子。你现在看他天天游手好闲，不是玩就是打麻将，那他干嘛呀？不然呢？他能像我这样每天去东跑西颠的，他为什么呀？他没必要。再说了，他找这个男朋友是为什么呀？对他好。你说你干这么大买卖，你把家弄得这么大，但是你知道他缺什么吗？你知道他真的需要什么吗？你都关心过他吗？你就想着挣钱，你现在有钱了，你又想要别的，你真贪，你真是，你比贪官都贪。没事，少说两句。但是你也不能冤枉我，我这儿……你这儿怎么了？我看怎么了？我是真的疼他。哦，心疼啊，啊，心疼他是不是？理解。我跟你说，我也理解你，当父母的没有不心疼小孩的，但是你这个方式明显是不对。你越心疼他，他跑越远，最后他跑越来越远，他回头都看不见你，你自己哆嗦都没人管你，你说你这对吗？你就全让把这不坑自己吗？你别累汪汪的，你个当大哥的，你别这样的。好像我也有点问题啊。什么好像有点问题？什么一点有这么多？没有。你告诉他，你得诚实的告诉他，你这样不行，真的。都互相理解，你也不容易，大家都不容易。大人有大人的难处，对。其实孩子们也不容易，对。你们年轻人也不容易，特别是都不容易。张培，我看着你，我都觉得不容易，都不容易。还有你，年轻人在外边混，哪那么容易呢？谢阳也不容易，谢阳身兼数职，什么都会干，他容易吗？他更不容易，对不对？这样，咱哥几个今天啊，全举起酒杯。不容易的人干一个，真的，我们希望明天更比今天好，好不好？对，咱们哥几个，对，我是大哥，你是我大哥，你永远是我大哥。你是二哥，对，三弟，行。我这个不是酒，你就拿这个可以。你把酒给你，别，我没喝。酒，对，我都能知道这不是酒，是不是？大哥二哥啊，咱们家明天更比今天好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干，来，好，慢点啊。哎，你不要拉我，你那个样子显得我真的是喝多了，我还啊，有的，走路还走不好的话，真的是有点啥子？没事。哎呦，你有点晕了。哎呀，我真的有点累了，我休息一下可不可以？好，等一下。哎，说一下，我跟人家说啊，哎呦，大哥有点不容易，真的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容易，我们外人了，真的是不得插手哎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今天要说多了。啊，没事，听我的。来，你哎，二三，进来。哎呦，你可不可以？我们坐一会儿好不好？你搞个椅子给我坐一下。哎，没得问题，走。听我的啊，咱们坐一会儿。来，听我的啊。椅子在哪点儿？在哪点儿？推，我可以相信你们。是的。那个，啊，我坐了。啊，这有个椅子，要得。坐好了。坐好了。我送走了。送走。真的？真的。你不啥？你是不是在耍我哎？你在做啥子？我是罪犯吗？你给老子松开！你不松开是不是？你看我。挣脱了，帅不帅？不是你，怎么了？我有个事问问你啊。你看着我啊。你为啥子一看到我就笑哎？你是有啥子好笑的事情？你还是觉得我那个人有点好笑？我看着你开心不行吗？那么开心哦。你最好是哎。再歇一下，准备坐。你今天送我回去啊？放心，你是我哥嘛。我现在那个样子有点危险了。没事，有我的。走嘛。走。你给我坐起来。你给我坐起来。再而衰。再而竭。你给我坐起来。哎，你给我坐起。哎，那你喊起哦。啊，来，一二三，一。好的。走啊，这个能做的。
哎，我的包在哪点儿？车上。啊，要来，你车呢？嗯。好，跟我走嘛。这么大个车停这儿，你看不见的。对。我刚才路过这儿，没得车的嘛，我没碰到他。你没碰到？你说我讹你是吧？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？我看你也没见过，我把你卖了，你也值不了这么多钱，你知不知道？那你说咋办吧？你有点欺负人了。关你毛事啊！我跟你说，今天干嘛呀？哎，不要不要拿了！你刚先推我的，这都有监控呢，打你都算正当防卫，知道吧？哎，不对，保险不赔，打架保险真不赔。我是卖保险的，这样我给你推荐一个赔的。有病吧你们？这人呢？不是，哎呦，走了，叔叔有事没得？没事吧？姐，要不是你们，我就摊上大事。小事情，你喝一杯没？走走走走。谢谢你们啊！啊，没得事没得事。哎呦，真的是。哎，咋子？刚才不说了吗？别人的事别管了。管了吗？你还没管。我下次不管。走走，你别老笑了行吗？我不笑，我不笑，我不笑。你说呢？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周总，那个方案我昨天又调整了一下，发您邮箱了，怕打扰您休息就没发微信。我早上家里有点事儿，想申请调休一个小时，可以吗？哎，您好，来个粥，来个鸡蛋。好的。咋个都收上了吗？哎呀，没事儿，过后饿了我会吃的。不行不行。喝个粥。真不用，你快去上班吧。真不用，你再不上班要迟到了。快去上班。好吗？我叫小姨来啊。哦，不用，我依然可以。今天这个针也不晕，小姨中午就送饭来了。你快走吧，别管我啊。快走。记得吃啊，等下凉了。周总，我刚刚等了下电梯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这不王总吗？他怎么来了？哎呀，王总是谁呀？周总的头。这位喝多的女侠早晨起来头疼吗？嗯，疼。我怀疑我喝醉被人暴打了。有没有想过是你暴打别人？笑什么呢？没笑。上班时候不好工作，跟着看手机。没笑，看了一个短视频。什么短视频？笑什么呀？什么短视频啊？没，就是一个小汽车和一个小汽车相撞，变成了一个机器人。不就这里笑成这样？我说少刷短视频，这都变傻了，你都。上次不跟你说那团队的事吗？我这筛了点人，你帮我把把关。可以啊，效率都快赶上我了。这不是业务管理两手抓吗？那还有这个，公众号我制定那个专栏列表，让读者搜索信息更方便，你看一眼。啊，对。这里也有小汽车啊？没有。那你笑什么呢？你管的有点宽哦。
我这不想跟你一块笑吗？我现在发现啊，刘峰应该不是喜欢梅姐。对啊，哪有人追人是靠努力工作的呀？那怕不是想谋权篡位吧？合理。丽姐这回回来啊，连口味都变了。哎，真的吗？以前是啥子口味啊？反正不是这种。您好，来尝一下，这是我们茶馆老板新制作的菜，尝尝。哎呦，今后准备开餐馆了吗？啊，如果之后要开的话，还得要大家帮衬嘛。是，希望大家多多光临啊。哎，去去回去，还要录视频呢。不着急，有一些。小青的语气搞事业啊，厉害哦！二两娃娃肯定很聪明哦。您菜够不够啊？要不给您送果盘？要得哇，谢谢。小张，哎，给送果盘这桌。好嘞，您先慢用哈。要得要得。干嘛呀？厨房，说点事儿。刚刚怎么不解释呢？那你的孩子肯定聪明吧？别跟营业范围的事赶紧去申请。好，我对你的初步定位是颜值美食博主，要将两个优势结合起来。好，下个月呢会在你的号里面铺内容。好，等七七八八搞定之后，我们开始直播预热，然后再同步引流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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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知道好。复读机吗 ？Siri 都比你好使。这方面你是专家呀，是吧，狗师傅？对。狗徒弟，你那个打样的菜单后面也印上自己的号。好，啊不，收到。大家都把手里的工作放一放，现在呢是这个情况，我们广告部这两年业务都不好，客户投放的预算在缩减。投放业态也在改变，覆蛇是首，壮士解腕，也是不得已的方式啊。不过我相信，经过公司多年的培养，你们会找到一个更适合你们的地方。感谢大家多年来的辛勤付出，接下来公司人事会和大家一一谈的。我代表总公司给大家鞠一躬。东西我拿回家，为什么要拿回家呀？公司倒闭了。啊，倒闭就倒闭了，也不是什么好单位。咋就觉得你还挺高兴的？以后呀，就哪儿都不去了，我就专门在屋头看护你。不需要，你都二十五六的人了。你得有一个自己的事业，不要因为我什么打算都没有。你呀，还是考个 CPA 吧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在家里面复习准备考试，哪儿都不许去了。
生说这期化疗效果还可以，过两天我们就能出院了。久不见。